전화기있지마요Mikey 其中是今年有和我合作的一些作品，一間我會介紹。首先我講潮玩營地那個啦，潮玩營地其實咧世界級潮玩營地那個，我哋今年咧亦都係邀請到世界不同的藝術家、玩具設計師啦，分別有很多不同法國啊、日本啊、馬來西亞、台灣啊、香港啊、韓國、日本啊、國內啊。咁變咗我哋其實每一次因為疫情咧，我哋就邀請唔到啲設計師過嚟，所以咧由去年開始咧，亦都好踴躍參加咯。咁今年咧亦都不失好多唔同嘅好特別嘅佢哋手做嘅作品咯，大部分都係佢哋寄過嚟香港啦，我哋都要好小心處理每一件作品。咁你哋喺現場買到嘅咧，全部都係佢哋嘅獨一無二嘅手做版咯，其實就好難得嘅一個收藏嘅機會咯。咁除咗呢個營地之外咧，我哋今年咧亦都好榮幸，我哋邀請到必得啦。咁亦都係一個好嘅香港一個上市一個好品牌，好勁啊！咁佢喺國內亦都好多人認識嘅一隻黃鴨仔。咁今年我哋得到佢授權之後咧，咁亦都係搞咗一個必得嘅一個同藝術家合作咗嘅展覽。你而家台頭見到咧，暫時係有五隻，其實我哋本身係應該有五十隻嘅作品會喺現場度發售。展示嘅，咁係由分別唔同地區啦，有中國啦、香港啦、台灣啦、日本啦、韓國啦、法國啦、馬來西亞啦、泰國啦，同埋有冇新加坡？係啊，咁有咁多國家一齊去參與呢個活動，其實係好難得睇，同埋每一隻作品咧，我覺得佢哋花咗好多心思喺上高咯，唔止係淨係。B 得咁簡單咯，佢會加入佢哋嘅原創本身自己設計師嘅形象啊，或者佢嘅 character 放咗喺呢隻 B 得身上，所以亦都係咯，獨一無二嚟到真係非常之搶手，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吸引咯。咁另外咧，我自己本身原創咗咧，今年咧喺 A49 個攤位咧，亦都係邀請咗六位設計師同埋一個籃球品牌 Jarvis。一個香港籃球品牌同我哋合作，搞咗一個叫做七人籃球潮玩作品展。咁其實我成日覺得潮玩唔係一定係玩具嘅，其實喺可以玩得嘅嘢咧，其實運動啊或者 sport 啊，其實大家都可以當為一個潮玩。咁我今年咧大膽嘗試咧，就將一啲潮流設計師，好似今次我邀請阿 Mikey 啦 ，Mikey 亦都係帶咗佢嘅作品嚟啦，同籃球有關嘅，一間佢解釋一下啦。咁我哋邀請，而家暫時見到四款籃球咧，其實有 total 有七款籃球嘅。咁七款籃球咧，分別有唔同嘅香港設計師啦，除咗我之外啦，就有Javi 啦 ，Javi 啦，佢做嘅作品啦，同埋阿 Mikey 啦，仲有阿歡啦，仲有阿Jimmy Rice 啦，同埋我要睇一睇先阿 Spoonie Toy 啦，同埋阿 Jan 啦。咁變咗每一個獨立嘅設計師咧，佢有唔同嘅，除咗一個籃球設計之外咧，佢係有自己嘅，因為籃球嘅品牌去做到一啲獨有嘅 figure 設計啦。咁同埋有佢哋嘅本身嘅籃球嘅原畫，你哋都見得到。咁成件事咧係豐富咗成個潮玩裏邊嘅，除咗玩具以外嘅一啲作品啦。咁我哋都可以叫阿 Mikey 介紹佢嘅作品啦。多謝 Vincent 今次邀請我參加呢個籃球嘅 crossover 啦，咁其實我就用翻我平時嘅創作啦，呢只公仔就用翻去我個籃球嘅設計度嘅。咁咧，我個公仔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個背面有個零字啦，咁我就將佢帶咗落個籃球度做一個零球咁樣。咁我哋今次咧就可以即係用曬個，即係第一次咁樣設計個球體咁樣設計啦，所以係佢有兩面嘅設計嘅，一邊咧就有我哋個公仔啦，另一邊咧就有一幅另一幅咁嘅原畫嘅。咁嚟緊都會好多活動會用翻呢個籃球去做咁樣嘅，希望就大家中意啦。所以其實好難得嘅一個好特別嘅創作咯。咁另外我自己本身咧，亦都會同一啲品牌合作嘅。咁今年大會咧，其實有好特別嘅安排咗一個活動咧，就係有安排咗有幾日嘅唔同嘅講座。咁我其中有一日負責一個講座嚟講我自己品牌。
一啲同品牌合作啦 NFT 啦，咁入邊咧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單位嘅設計師啊，或者品牌啦，佢哋有簽名會啦，佢哋有Yuka 咧，佢有講NFT 嗰樣嘢啦。咁其實今年動漫節特別豐富咗，係一個潮流資訊性，你哋可以直接接觸到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品牌，可以了解到佢背後好多唔同嘅一個發展咯。咁我亦都帶同咗超級限量嘅一個同各位一個時裝品牌合作嘅一個 figure， 呢個 figure 咧其實咧就係Luffy 嘅一個時裝品牌啦。咁特別係呢一隻咧就係一個馬來西亞嘅一個 KOL 嘅女歌手啦，朱子愛啦 ，George Chu 啦，亦都同我合作咗一隻嘅 figure。咁喺大陸咧就已經可能都賣曬㗎啦。咁喺香港咧可能得翻幾隻喺我 booth 有得賣啫。所以其實動漫節有個好處就係買到你心頭好之外，就真係買到好啲特別嘅作品咯。咁我哋輕鬆神 ，OK， 多謝大家，唔該曬兩位，多謝。